饭快好了吗？烤个菜要这么久的吗？要饿死了。好了好了，马上就好。那吃饭。怎么搞的？都打了大半年啊，俄罗斯一开始就不应该手软的呀。嗯，打得没边没际的，还在弄。手软，应该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吧。这是对西方挑衅的回应啊。手软。挑衅。人家北约东扩，我已经拿到他家门口了，他还能不给他点颜色看看啊？那有争端就不能通过外交手段和平解决吗？一定要动用武力吗？这是军事锻炼，你懂什么呀？嗯，你做好你的饭完了呗，是不是？现实不是迪士尼啊，不是。那照你这么说，那要是有人在咱们家门口晃悠，那你就开门把人家打死啊？你是不是脑子坏了呀？啊，这有什么可比的？是这么比的吗？当时我们关着的时候，是谁天天喊着说要过正常人的生活？哎，这世界上哪里还有人愿意过战乱的生活、囚犯的生活？你是不是中国人嘛？我是。啊？我是反对战争的中国人。幼稚，幼稚。不吃了。饱了。你去哪？透风啊。小轩，好久不见啊。是啊，上次见还是疫情前吧，感觉像是上辈子的事了。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和浩君是疫情结束回来了，你呢？嗯，我也差不多是那时候吧。你还在舞团那边吗？在啊，但是演出还没有恢复正常。你呢？我还老样子，就五月有。但是疫情前看了挺多书，比方说拉康呀、德里达呀他们，还跟一些朋友办了研讨班，然后最近开始给别人做精神分析了。哇，那挺好的哦。嗯。嗯，那你法语还在学吗？对，在学的。我记得你说你想去法国留学。啊，当然想了，但是怎么养活自己呢？嗯，你还小啦，别着急。那你父母知道吗？啊，我真的不想跟他们说，就像是鸡同鸭讲，纯粹浪费时间。都一样，我的父母还不是一样催我生孩子，催我结婚。
感觉跟他们都没生活在同一个世界，真的没法沟通。对啊，环境差异太大了，感觉永远都不在同一个频道里面。不过好像也不能全怪他们，毕竟他们那个时代受的教育跟处的环境跟我们都太不一样了。是，我倒还好，因为我现在有男朋友嘛，我家乡的那些朋友天天被相亲，超可怕的。为什么感觉我们总是一直在跑啊？就先是离开家，然后跑到城市，然后以为可以安稳的生活了，结果疫情一来又分了两个多月，然后我们又得往外面跑。为什么就正常的生活要这么提心吊胆？哎，你是怎么跑出去的？别提了，当时不是说只封四天嘛，然后我们也就只准备了一周的食物，结果一封就是两个月，我和浩君哪里受得了，然后我们就翻墙出去啦。翻墙出去啊？嗯。再接着呢？接着，对，你想，我们当时房间又小，天天就两个大活人面对面，超可怕。然后我记得当时路上也没有车，然后我们就连同电瓶车一起搬了出去。然后到了火车站以后，去南京的票也没有了，然后我们就去了江西的一个小山村。我的朋友刚好在那边开农家乐。哦，哎，我看见你朋友圈了，那边还真的挺漂亮的。是山清水秀的。哎，那你们出上海的时候没有人查吗？查的可厉害了，但还好我聪明，我当时就骗他们说我怀孕了，然后就放行了。啊，这也可以。我也蛮幸运的吧，我们小区那边管的还比较松，但是到最后我也退房了，然后我回了趟老家，然后又去成都玩，然后直到最近朋友说上海逐渐恢复了，然后好多酒吧也开门，然后我就又回来租了房子，把东西都搬过去，真的蛮折腾的。那你还在酒吧兼职吗？哦，对对对。哦，我们这周六酒吧还有个演出，你可以过来一起玩啊。好啊，那你到时候发短信给我。好，没问题。哎，那我，我差不多该走了。我还要给别人做分析。好，到时候给你发信息。好好好，回见。好，拜拜。拜。浩君，晚饭做好了，你自己吃啊，我先出门了。扫码。好的。那？往下拉。嗯。你这都多久了？这不行。我今天早上才做的。我们要求是48小时以内。哎，72怎么就不可以了？
又没超过去。这个我不管，好吧，就是我们这四十八小时内才可以进。哎，所有地方都是72小时。我们这里就是48小时，所以请你让一下，好吧，后面还有顾客。可是我早上做了呀，他明明这显示是做过的，结果没说也不能怪他。这跟我没关系，我们这儿要求是48小时以内，那你去问国家，那你去问国家，好吧。防疫要合理，你们天天这么搞还做？哎哎，干嘛？干嘛干嘛？啊，谢谢你啊，我是梦妍，没事，我是思琪。嗯，你经常来这边吗？疫情前经常来，跟这老板比较熟。那你认识小轩咯？小轩？就他那个在调酒那儿头发长长的男生。他头发比我还长。对啊，走，我们进去吧。哎，你们也认识啊？我们不能认识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当然可以的。我们刚刚在酒吧门口认识的，要不是他，我肯定进不来了。啊？为什么？什么情况？你们的保安查绿码，变态严。不让人进来，要赶人走。没办法吧，现在防疫都防得有点魔怔了。我们今天的演出能办也是挺幸运的。我不知道这样不正常的生活到什么时候。哎，算了算了，别想那些了。你们今晚要喝什么呢？喝什么能让人不生气吗？也许来杯 old fashion， 可能会比较烈一点，手会好一点。可以了，给他来这个。我怕我越喝越生气。喝一杯，可能就不会这么想了。喝一杯，来三杯。好的，先给你来一杯欧白是吧？那你还是要……你不要问他，先给我做。好的，那我先给你做吧。我要加酒精的 Mojito。啊，你不喝你原先的 version Mojito？ 当然，人要变的嘛。好的。你不生气吗？你救了我，哎，不生气，我很感恩。你不对现在的生活生气吗？没事啦，没事啦，喝个酒开开心。那什么时候才不正常？这个还是不好说。我们现在能出来已经很好了。我是觉得这个想法很可笑，能出来已经很好了，你知道我们标准金。如果这辈子你只能跟我讲一句话，你今晚要去哪儿？
我又没有醉，我现在清醒着呢。你清醒了？是的是的，没醉，就坐一下。没说你醉了。哎，你，我跟你说，我跳的可比他们好，我是专业的，我跳给你看看。你看，哎，你是专业，你是专业的，你是，坐一下，你别跳了。所以你是跳舞的吗？你说呢？我说你是作家，说话这么文绉绉的。所以是一个会跳舞的作家哦。那不然你是商务精英，或者霸道总裁？不然你问一下月亮姐姐，我到底是干嘛的好了。哎，那你坐下啊，你太高了，我都看不见。月亮姐姐，那就是嫦娥住在月亮里面的月亮姐姐。那我要怎么问才能够让她听到呢？你就抬着头看着他，然后默默地在心里问出你的问题。嗯，好，那我问问他。他回答了没有？嗯，他说你果然是作家，你没有骗人。是不是很灵啊？00011，心诚则灵。喂，你都不唯物了好不好？量子力学了解一下 ，quantum leap， 平行宇宙，量子挣扎，量子纠缠，我在说什么？薛定谔的猫？哦，那我就是关在盒子里那个不死不活的猫。喵喵，猫也要睡觉了。我送你回家吧。喂，我又不困。我困。你着什么急啊？我着急，我困，走。哦，好吧，走吧。
浩君，夜宵你自己去吃吧，我先走了。你看，一切都好像和从前一样，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对，像一场梦。噩梦。我在被关着的时候，会担心停电，因为家里的一切都是靠电的。那我还好，我家的炉灶是燃气。虽然作家这个职业本身也不太稳定，但我从来没有想到在我的有生之年会经历这样的事情。在21世纪的国际大都市，我跟2400万个居民一样，为一把青菜发愁。是啊，谁又能够想得到我们居然用最后一颗鸡蛋换了邻居家的一卷手指。可能只有在世界被按下暂停键的时候，我们才真正知道活着的含义。什么重要，什么不重要，但在其中，我们又非常需要彼此存在，即使我们完全不同。在今天的世界上，谁也没法做到独善其身，自给自足。我真的从来都没有想过，钱居然可以一夜之间就一无是处了。我记得当年特朗普，他需要在美国南部的边境修建一堵墙的时候，全世界都在嘲笑他。但到了现在，隔离我们的是我们自己家的那堵墙。哎，你有想过出国发展吗？我在疫情前每年都会在国外住几个月，去找一找我写作的灵感。哇，这么好。哪有完美的社会，西方有西方的问题，我们有我们的问题，这个尺度太难把握了，一不小心就交往过正。但是对于渺小的个人而言，找到自己的优势，知道自己在需求什么，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。你呢？我从来都好像没有考虑过这些，但我觉得我可以成为艺术家。当然啊，你当然可以啊，你已经是了。可是我觉得我不够好。哎，什么叫好？什么叫不好？什么叫不够好？艺术本来就很主观。至少要在一部分人那儿得到认可吧。你觉得是，那就是了。我觉得我做不到。那你觉得是什么阻挡了你？什么阻挡了我？我从小就有个作家梦，我也知道有很多人跟我一样有这样的梦想。我知道很多人没有做到，我知道哪怕最终做到了，有可能只是昙花一现。那今天发生的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？见到你啊。那现在发生什么会让你很开心？现在一起喝一杯。
哎，上海的树真好，真好。你喜欢上海的树？嗯。你喜欢这杯酒吗？嗯。你喜欢这个夜晚吗？嗯。你喜欢我吗？嗯。嗯，你喜欢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你不要说跟我一样哦。当然不。啊，原来不是啊。嗯。你会喜欢自己？当然啊，不是完美的，但是美女我不喜欢。